请问是 C0 时尚工作室 CEO 汤林小姐吗？你又开什么玩笑？是汤小姐吧？我父亲林光一和您的兄长汤奇先生邀请我来和你见上一面。你好，林木帆先生，我是唐林，非常高兴和你见面。我的漫画《狼王传说》一经平台上线，十天内就涨了100万点击量。今天早上，漫画部的主编辑特意给我打电话，要以历史最高单价签下传奇的作者我，饶美娜。哦，哦，我马上就要成为漫画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了，结果你就给我来个哦。是是是，我们家美娜最厉害了。敷衍，纯纯敷衍。来，张嘴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要想着用这种方式来讨好我，我的志愿那可是先吃再说，要不然一会儿啊又噎到了。满嘴都是。哎，我看看。这个就是你下个作品？嗯。嗯，这个男主我特别理解。但这个他……哎，你听我说，这次你可不是狼崽了啊，你是男扮女装勇闯敌营的女侠客。饶美呢？你不喜欢啊？嗯。亲你一口，不生气了吧，我的女侠大人。娜娜，你等等我，娜娜，我送你回家。娜娜，娜娜。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。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，忍不住要向你靠近。在紧握双手，彼此心连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不可思议。我并不怀疑你的真心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陪着。星辰，你快来！怎么了？你快看！想和你去看流星，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。就是我和你，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，没关系，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。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，忍不住也向你靠近。这一次紧握双手，彼此写恋心，感觉奇妙，让人真的不可思议。哦，别怀疑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就这样的抱紧你，就这样的亲吻你，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。
星辰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有艰难，有痛苦，但是也有酸甜。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梦，也是我足足十七年的长梦。那你现在能放下了吗？嗯，那些痛苦，那些往事都过去了，我再也不用活在恐惧的梦魇里，也不用回忆起那个暴雨的深夜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想守护和珍惜我身边的一切，我的家人，我的爱人，爱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。我现在跟你的想法一样，我也想要好好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珍惜我生命的每一秒钟。不管以后会遇到怎样的艰难还有考验，只要有你在我的身边，什么都值得。星辰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每一下，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曾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我们之间不再是平行线。